即将进行今天的泰国虾的料理秀。哦耶！啊，泰国虾也不陌生。可是呢，要让我们的主厨现场做给你吃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哎呦，估计在外面的菜单上应该是看不到的，估计是看不到的。创意料理，好不好？好，马上第一棒就让您瞠目结舌。欢迎詹姆斯来久违，他在偷跑，不是偷跑啦，这个是备料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这道菜说真的，它真的严格说起来，它做出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哦，你先把菜名报上来听听看。油爆大虾。油爆大虾，它是油焖大虾，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来油焖，所以我就把它取名叫油爆。就油爆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太明显，超大。我们今天吃的是公虾，有虾膏在身上的。虾。虾的 size 都是哦吼吼，计时开始哦，来姜先进来，因为其实我们在吃这个麻辣的东西的话，姜很重要，姜如果香气不够是没办法哦。那这边我们先处理一下虾子，你先把这一轮先拿开，哪一有一轮中间这一轮先拿开，为啥？哦，你说身体啊，因为它够大壳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在处理它的时候。这样会比较快熟，然后尾巴这个地方，三角形这個地方，记得把它剪掉，很容易会爆。因为它这边累积到一定的水分的时候，它砰一下，你整个就焦掉。喷油。对，葱姜蒜都要进来。时间已经过了一分钟了。那我们每次在要把这个油提出它的味道的时候，第一个一定先放姜，然后再放葱，最后再放蒜、花椒。花椒两将近两汤匙哎，对，我们油多不用担心。对，桂皮、草果、八角，还有月桂叶放进去。它其实应该这样讲，在这个湖北他们有十三香，但我们有到十三香哦，十三香啊，对，十三种香料。你有时候看人家的麻辣锅店叫十三香，它其实就是有哎有哎。它这个是花椒油，锅很烫。刚才那个花椒还不够，油不够，花椒不够，花椒油啊，吃起来很够味啊。好，来豆瓣酱，豆瓣酱，还有豆瓣酱，哦这个，帅气。然后接下来蚝油进来，哇，里面的声音很好听哎，感觉里面很棒，好累，一下就红了。好香哦！然后这个香气，我闻看，你看它的壳，它头里面的膏，它炸过之后真的更好吃，颜色太美了，我好像麦当劳薯条一样。来，把干辣椒放进来，这红红都爆了，茴香进来，哦，那葱段，它的膏呢？来，糖，这已经很，这已经很香了。什么东西？我说这整个的油量，油香油的香味已经盐，还要这么多盐，因为油不吃盐。油盐巴不会在油里面溶掉，所以你这边一定要有咸度。这个时候我要倒酒进去，你会觉得这里面倒酒进去好像会爆，其实没有。你现在放进去的时候，它当然会一瞬间酒在里面挥发的时候，它会把里面的咸度香气会冲到油里面去。多对，这个配料是洋洋洒洒二三十种啊，好多，有没有？哇哦，哇哇，舍得吗你？舍不得，舍得吧。漂亮，几只？三种。非常漂亮，现在这很关键哦，你要舍得。好，那就倒数最后一分钟，油爆大虾，然后来个胡椒，哇，全部都在增加它的香气，好漂亮，哇，这样它让它所有的辣油都发布在虾子上面，它那个酱汁一定从壳的缝缝里面都流进，对对对对对，浴火凤凰，哦。掌声鼓励，厉害！尽管刚才有一些半成品啦，有一些先预做的过程，我哪没有半成品？我没有半成品，你那豆瓣酱不能说是半成品吧？好，比如说预热的油啦，那它本来就应该这样，不然它更不会热啊。比如说，吃东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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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手工去吃一下。哦，哎，这个就像一个酒杯这样子，把里面，好棒哦！哦，不是，我觉得，哎，我很怕弄到你头发。好香哦！哎，我有叉子。好，你要用哪个叉子？这个我看我用小金叉就可以叉一只来吃，值得。哎，我刚撕这样起来，你看它这个虾肉的部分多弹呐！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来来来，来看一下，镜头看一下，拍得到吗？拍得到吗？哒啦！不是，不是要拍你那种，拍这个。哎呦，你看多弹啊！谁要看你的小金叉？谁不知道叉子长什么样子？你这个败痴！擦的嘴嘛，还擦的嘞！我笑到喷。
你可以在吃的时候再沾着这个油，很香。好好吃哦。壳剥掉之后还要继续沾这个油吃。抱歉，让你来录影还感受到这种气氛，真的很抱歉。闻香，好好吃哦。好 ，excuse me， 我们在录影啊。它那个虾的虾肉的部分，它里面你不可能录到最里面，但是说这时候稍微沾一点点，它就刚刚好。我们这还可以再弄一只。还有沾虾的啊。好好吃，好棒哦！谁鼓励一下？太好